少做白日梦了。小魏总好。小魏总好。嘉欣请我吃饭呗。行，中午我请你吃饭，没问题。把那个表给我来。来。总监，上个月的加班统计，各部门的领导都已经确认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嗯，好，那辛苦你了。啊，没事儿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需要我去做吗？暂时没有工作需要你做了，歇会儿吧，忙一上午了。没事儿，其实我也就是跑了几趟，也不怎么累，闲着也是闲着。那。要不就麻烦李副总监带他去档案室查一下近期的员工档案吧。嗯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，哎，等我电脑我去了。哎，这边。去忙吧。这是咱们部门近期几个比较出色的策划案，你先看一下，有什么不懂的你就请教老赵，他带新人很有经验，你尽快上手，以后。好协助老赵做方案。好的，谢谢总监，谢谢前辈，我会努力的。总监，那我呢？你这样吧，我有一个做好的策划案，一会儿发给你，你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。好。你现在眼前有各种不同的颜色。你试着感觉它，去感触它，每种颜色的不同，你能感觉得到吗？你眼前有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还有白色。对于颜色，有时候不仅仅只能靠触觉，还要靠嗅觉。你要学会闻颜色之间不同的味道，还用听觉，用耳朵去听颜色之间不同的粘连之声。试着打开自己的心扉，打开自己全身的感触，去感受颜色。久而久之，你就能调出自己想要的色彩了。哎，这份策划案做的滴水不漏，连个错别字儿都没有。哪里会有什么错误的地方？我要是实习生，怎么待遇完全不一样啊？前辈，我这个地方有点不太明白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这是之前那个案子，这有些数字在那个文件夹里面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我这有些一会儿传给你，好吧？谢谢。你好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哦，不用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要去复印吗？我帮你吧。不要。刘云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小魏总。小魏总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刚才我去策划部找你，没找到你。我想约你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啊，可是今天晚上我约了珊珊跟林子燕。啊，真不巧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其实，我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讲。是吗？那要不你让他们俩别等了，我知道一家餐厅特别好，我带你去吃。哦，不，我很快就会讲完的。嗯，子健，
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